好保险哦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啊。我愿意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我愿意。假如你走在路上，对，哦，碰到一位妙龄女子，啊，要求你帮她系鞋带，这时候你在系的过程中呢，她高声大喊"我愿意"，旁边的吃瓜群众又跑来，哦，直接拍手恭喜，你会怎么样？好不好？那我们事不宜迟，我们就走啦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小时候国家放刚才帮我绑一下，坐在旁边帮我绑一下。哇，我坐在旁边，你可以帮我绑一下吗？我腰没办法下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再录一个东西，可以帮我拿下来。谢谢，帮我绑起来哈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啊。我愿意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我愿意。谢谢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我愿意。帅哥，还有嘞，长帅哥，帅哥来了，帅哥来了，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没有啊，他说你们是有帮忙，帮忙的，谢谢，谢谢，一定太有爱心了，不然我都绑不了这样子。我愿意。我腰刚刚有点受伤，可以帮我绑一下鞋带吗？坐在这里就好了，不然我一直踩到他走路好像白痴。找女生帮你绑，找女生帮你绑。感谢你，感谢大小的。我愿意。好浪漫，好浪漫啊！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拍个节目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Thank you。Yes, I do. 谢谢，好帅哦！哇，你可以放上去吗？我想可以放上那个 YouTube。谢谢，小哥，哈哈，谢谢，谢谢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我愿意。嫁给他，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好愿意。我们其实在做一个人性测试。他说你刚刚下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吓到，吓到。超冷静。大爱心，日行一善的帅哥。他真的你，他真的可以吗？哦，可以。自己在，自己在吗？马上给你。几年次？马上带回去。86而已。86。加阿姨，加阿姨，加阿姨。